家好，欢迎高客哈。啊，桂林咧是一个山顶的好所在哈。啊，恁捌看讲山顶哈有迄三星鱿鱼无？山鱿鱼哦，啥物叫做山鱿鱼？伫遮我简单吼介绍大家了解。山鱿鱼就是咱山顶吼的麻竹笋，麻竹笋咧大约差不多是伫100公分的高吼。啊，咱落去遐个撮起，啊，背笋啊背壳好咧吼，咱个撮起。咱来用迄个咱做的大枣，土里做的大枣哦，大约爱煮炒4-5点钟，煮好有熟个，甲好起，落去笋钳啊，笋钳啊吼，甲地炒到一个月吼，伊就是自然发酵吼，啊，地生的时阵，咱啊摕出来拍。咱笋啊做起吼，这就鱿鱼身吼，啊，除了鱿鱼身嘞吼，咱还有这个鱿鱼手。咱朋友唔知了解讲鱿鱼。到底有几支手哦？甲各位报告恁了解，拢总有10支手哦。啊，我即马来甲这组合到这鱿鱼吼，鱿鱼手哦，大家看。三六。六。安尼有生鱿鱼无？素食的鱿鱼啦。啊，要料理吼，咱请达人哈，料理达人甲咱介绍一下。加笋瓜，笋瓜浸着打打，你爱加浸4点钟。4点钟以后，伊若软的时阵，咱甲用个打，用个打啊，先放个边啊。啊，恁若有迄猪肉啊是脚骨吼，落壁壁个咯，壁壁个好时阵，你就甲放水。啊，放水吼，伊滚的时阵呢，啊，只笋瓜再搁下落。下落咧，啊，让伊去烤2点钟，吼，就会冻啊。